二个小时的非得有一点，两点十分，我是欧马克，在今天13号星期五，10月份，2023年，为你送上好听的音乐，一起跟你聊聊天。你这个礼拜这周有什么大事呢？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啊 ，A E I O U，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创作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哦，某些东西红了，你可以借用它的概念来创作。就像之前呢，有一首歌啊，叫做 A B C D E F U。那为什么是 FU 呢？ FU 其实就是英文在讲那个 FU， 所以呢他就从 ABCDEFU 这样子。然后这首歌呢当然就在青少年间造成了火红。那你可以把这样的概念移植过来。好，今天呢我不要讲 ABCD， 那今天呢像刚刚听到那首歌曲就是 AEIOU， 然后它的 U 是 U， 所以就可以接下去一个句子。那现在呢，你已经知道了这一个创作的 pattern 跟模式，那你可不可以想想，再把它移植到哪里去呢？比如说一二三四，然后你在哪一个地方接下去，或者呢是中文可能在用甲乙丙丁，然后你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然后一直接下去，接到什么可以有一个句子接下去，或者是之前的一个网络冷笑话，就蚊子都不会叮什么动物。鼠牛虎兔龙蛇马鸡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样子，我在说什么哦？不叮什么东西，我不叮狗这样子，我为什么会想到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啊？好，所以你也可以用这种有顺序的东西，然后去想说，可以做什么样的搭配，也许就可以变出一首歌来这样子。0223639955，我刚刚脑子到底浆糊哦。嗨，你好。嗨嗨，嗨马克，哟，你是？我是 Lucy。嗨 Lucy， 我要分享我的一周大事，请。就是我买到精神损害的票了。Yeah，Lucy， 你要一个人去吗？我跟我男朋友去。你听29还是30的？我听29的，而且我会在第二排盯着你。哇！哦，只盯我吗？不盯其他人吗？也不盯狗吗？好，反正今天就是去抢票的时候超级无敌紧张，然后我派了，加上我有5个人抢，然后我站在 Seven 的 iPhone 前面的时候呢，我后面我站了15分钟，然后我后面呢还有本来后面有个男的，然后。就是我就是站在那个机台前面，然后就一直不敢回头，因为我觉得太尴尬了。就是因为你在等那个11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呢，那个男的好像就走了。然后剩下5分钟的时候，又有个男生走过来，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就问我说：“你等一下。”我说：“我要抢票。”然后他就说：“11点吗？”我说：“对。”然后他说：“哦，好好好。”然后他就走了。我想说他是不是也要抢票？哇，他还知道是11点哦。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好尴尬。然后后来我同事是在，就是我是请我同事帮我买的，然后他在公司买到了，然后所以我就先回来，因为我没有抢到。然后我回到公司跟他拿到就是订单编号之后，我又回到 Seven， 然后刚好还遇到那男的。哦，又遇到他，然后嘞，我没跟他讲话，没有，他跟我点个头，我跟他点个头，就走了。好想知道，如果他也是点友嘞？对啊，如果他是点友。我是你是不是应该跟他说你也要抢那个吗？我帮你一起抢。可是这一句话要讲出来实在是太羞耻了。对啊，对，是你要讲什么青春点点点，什么精神损害，羞耻到爆。而且我还被店员关心说，因为我站在那边很久，然后他还跟我说，你需要什么帮忙吗？说没有，我要抢票。然后他就走了，他就说OK， 对对对，他就走了。这是我的喜悦，这一周大事。赞哦，年底见哦，年底见，拜拜，拜拜。因为这一次呢，精神损害至少它是个演唱会，它后面应该那个票券上面应该要写演唱会，所以应该会少蛮多，很尴尬的情况。便利商店的店员呢？我在 iPhone 嘛，所以应该都是 Seven 的店员呢都会附送一下，因为怕你买错了，所以会看一下你买了些什么，然后再跟你讲一次说，哦，你买的是2023年精神损害2.0演唱会的票对吗？这样子。好，那这个听起来可能觉得哦还 OK 啦，就是还没有这么的耻，因为每年我们3月的时候办那个追思会啊，追思纪念会啊，可能店员们就会有一点困惑，就会觉得
这个什么人死了以后还要在 iPhone 卖票、啊、的那种感觉。是一个节目死了，一个从2004年到2017年 Rest in Peace RIP 的节目叫青春点点点，我们至今每年都还是会为他举办盛大的追思纪念会，而且一年办得比一年更加的盛大。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了场馆啊，已经从原本的什么新北市政府啊，没有新北市政府那个另外的活动，我们已经从原本的什么花博的环生馆，然后进化到了 TICC。但是台湾很尴尬的地方，我觉得在 TICC 到再更上一层的那个中间有一个距离，我们没有办法再找到这中间的一个场馆。然后北流就是要求一定要是音乐作品嘛，所以北流又非常非常贵。嗯，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不知道这个明年的追思纪念会要办在哪里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的话，也欢迎可以提供啦。好了，0223639955，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住的感觉吗？0223639955，你的一周大事，十三号星期五，嗨，你好啊！你好，你好，我今天想要匿名，好，匿名，请分享。就是我这周看到有人在我面前嗑药哦，你在台湾吗？我在台湾哦。就是我某一天在某个公园认识一个来台湾刚来两周的德国人，嗯，然后我们就相谈甚欢，之后我就想到去他家，就是有来一些欢愉的活动这样。欢愉到一半，他就说你会介意我鼻子用东西吗？哇、哦！我原本以为他只是吸一些可能让就是身体放松的东西，哈哈哈。结果他就拿出一个白粉，哈哈哈，然后就用力这样吸。然后我就瞬间就是没有兴致，可是我又怕激怒他，我就硬着头皮跟他玩完了之后，他放我走，我才回家。哈，那你不是玩得很不开心？很不开心啊，完全没有兴致。啊，对，然后没有兴致，有点吓歪。哦，就觉得毒品这件事情蛮恐怖的，这样子。对啊，我就很怕那个警察说不定突然间冲进来，或者是说，而且我就脑内剧场很多，想说他才来台湾两周，他到底怎么拿到那些东西，然后他是怎么夹带进台湾的啊、真的耶，对，分享结束。好的，一周大事下疯了，对，下歪，感谢你，谢谢，拜拜，拜。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你可以跟上一通一样，你可以匿名的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Love is real， 2:25，很简单的方式打电话给我0223639955，我是欧马克，嗨，你好啊。嗨，马克，我是 Edna。嗨 ，Edna。我的一周大事是我也买了那个精神崇拜演唱会的票，赞哦。对，而且我今天真的早上非常的忙，一直到刚刚中午开完会之后，我就赶快打开网站，哎，还有票，就赶快手刀冲，赶快刷卡。赞哦，应该是我第一次，哎，这样算起来应该是我开始听马克信箱之后第一次参加实体活动哦。是哦，这是你的第一次哦。是的，你第一次参加一个如此特别的活动。是的，是的，是的，我非常期待哦。好哦，希望参加完以后不会离开我们。应该不至于吧。好的，对啊，好的好的好的。然后这个礼拜我也去看了那个苍鹭与少年哦，我还蛮推荐的哦。推荐的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宫崎骏好像把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 有一个那个最终的一个那个那种想法，他融合在里面，就是像告别作的味道。我觉得有这个感觉。对啊对啊对啊。那你感觉到了什么样的？就是他要置入的意念是什么？嗯，我觉得他还是蛮反战的啦，就是他的主轴还是在讲反战的东西。嗯，然后呢，但是他有一种就是我觉得他，我自己觉得他想要呈现出来的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糟，但是我还是很爱这个世界。但是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要交给你们了。我觉得最后那 ending 有这种味道。哦，对呀、啊，哇，被你这么一说，感觉起来很想去看看呢。我觉得真的还蛮推的，我自己会想要二刷。然后他的，我觉得他在那个动画的处理上面开始有尝试一些跟以往那种手绘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啊。对对对，他的一些转场，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细腻的那个细节，我觉得他的技术有在调整。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哟，感谢你的推荐。是的，是的，是的，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You too. OK， 拜拜。Bye bye。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点到3点，两个小时快乐的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嗨，你好啊。喂，你好。嗨嗨，你是？哎，我是 Maggie。嗨 ，Maggie。哎，我打进来了。Yeah，that's right， 就是这么简单。对，我第一次打，因为我的最后一周大事呢，就是我这个礼拜天我要去考函检。哦，函检有分几级啊？
有分那个出就是 Top One 跟 Top Two， 就一到六集啦。好好好。Top One 的话就是一集跟二集，那 Top Two 的话就是四到六，就看你分数落在哪边这样。好好好好好。对对对。哦，所以只有一种检，不对啊，它只有一种考试，然后就可以判断你是初级还是中级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是报 Top One 嘛，所以就看你的分数是落在一级还是二级。哦、OK OK， 然后如果你要考中级的话，就是考了以后看你是三级还是四级这样子。对，看你是落在三还是六这样子，最高级就是六级这样子。哦，第二种考试就直接分三到六了。对对对 ，Top Two Top Two 就是直接三到六，看你落在哪边。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吧，如果我有讲错的话，那个点友再帮我纠正一下。OK OK， 那你学韩文多久了？我其实就学一年呢，因为之前是跟韩国人一起工作嘛，然后那时候就学一点点而已。哈哈哈哈。对对对。好，所以你希望可以有个好成绩。希望马克祝福我可以顺利考试成功。没问题的，加油！干巴的，谢谢你，赞赞，拜拜，拜拜。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Vanshi 这首歌 Idea of Happiness 啊、幸福的概念。那当然呢，在编曲当中呢，蛮有趣的。前面舞曲很快乐，然后突然放慢了，是要告诉我们慢慢活会比较快乐吗？那当然啊，这个放慢，如果我们去感觉一下的话，也可以感觉到跟上个小时那时候放了9M88的这一首《煮酒无间》，你用爵士乐的编曲去做节奏变换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跟刚刚舞曲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In love with you, hating me, sell my soul, I pay my prophecy. Sex is good, the love ain't free. Sell my soul, I pay my prophecy. In love with you, hating me, sell my soul, I pay my prophecy. Sex is good.Stupid face, 10 bands, 20 bands in the perfect place. I'm in the way, am I in the way? My insecurities, while I'm dressed in all my purity. You need to give back my virginity, my dignity, my sanity, yeah? But you're talking in my forte. I keep walking, guess I'm dodging. But you're talking in my forte. I keep walking, guess I'm dodging. Yeah.
两点三十五分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0223639955。今天星期五，今天 Black Friday， 今天十三号星期五。2:38，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呢，可以追踪我的社群，我现在就正在发Instagram， 然后感谢票秒杀这件事情，然后你也可以追踪玛丽的社群，最近呢这几天你应该可以看到她一些在日本轻生的旅行照片吧。那我们的社群呢，在 IG 上面可以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那你直接 Google Search 可以找到我所有的社群吧，应该。包括了 Facebook， 包括了 Instagram， 包括我的写作的平台，或者我上课的讲义的笔记 Medium， 都可以看到的。那玛丽呢？你可以搜寻玛丽的象牙塔 M A R Y I N T O W E R Marine Tower， 就可以找到她了。But you're not sure how you're feeling. 快快接一通电话，0223639955，嗨，你好。喂，马克你好，我是马吉妹。马吉妹，你有20秒，请说。好，我要说，今天是 BTS 的成员 Jimin 的生日啊，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让我找一下。Happy birthday！ 谢谢。马克，待会能点歌吗？你想要点什么歌？点 Jimin 的 Like Crazy。哦，我找找。好，谢谢，拜拜，祝你有美好假日，拜拜 YouTube， 拜。
2:45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0223639955，嗨，你好啊 ，Hello， 你好，马克，你是？我是灿生，你好，嗨，怎么样？今天要讲什么？嗯，就是我很开心，就是我就是买到那个陪我一起上班的同事的门票，陪你一起上班的同事的门票，你说我们啊？对，就是你们每天都陪我就是上班，嘿、hey. ，因为我上班都会习惯戴耳机，所以我每天都听得到，所以我已经把你们当作同事了。了解。对，然后因为刚点进去的时候啊，因为我想说我的身份就是我偶尔都会打电话进来，所以我应该身份认定在 VIP， 我就选个 VIP， 然后他就转，啊、然后。他就完售了，后来我再选再下一个，因为他那个反正他票会一直转，然后他会一直变，然后最后就是选到了就是最便宜的站位，然后就买到票了，然后我也就是还蛮期待这一次的演唱会。哦，你期待什么？我来听听。我期待灿生，你期待什么？因为上次徐怀钰的演唱会我有去，我花了他那个门票是1800，然后有打折1000元买到，然后我这个站票买了1180，我希望你们的演唱会比徐怀钰还要精彩。哦，那你先告诉我徐怀钰的演唱会你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等一下，我现在有很多问题，为什么1800的票可以变1000块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在网路上买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些你说什么让票社团哦，对对对对对对哦，好，那你看了徐怀钰，你的感想是？
就是很感动，因为都是一些小时候听的歌哦。对，然后他就是真的就是从以前看他是女神，但是现在是一个轻熟女，但是觉得还蛮 OK 的啦。对啊，虽然他跳舞有点就是，对，什么意思？欸，我说徐怀钰啊，因为他跳舞本来不是就不是强项，他的强项是可能就是他的那个熟悉吧，以前那个女神的熟悉感。好，对啊，然后就是希望你们有比较精彩的演出。比较精彩，怎样算是精彩？怎样会让你觉得精彩？因为我们不像，因为我们不是徐怀钰啊，我们没有什么歌曲让你觉得那个是很复古或者很怀念的。不会啊，如果我觉得如果一直重复听那个谁玛丽的歌的话，应该还蛮精彩的。有说玛丽的那首歌啊？对对哦，好的，了解。不会啦，就是只要看到你们就很开心，因为其实你们的活动近几年我能参加都会参加。好，对，谢谢。谢谢三成，和你聊天很开心，拜拜，谢谢，拜拜。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还不能详细说出整个经过。以前都是听别人说，我夏天哪，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情愿坐上铁达尼号，连生命都不要。前一分钟我什么都不知道，突然被你电到，听见危险讯号，噜噜啦啦，噜噜啦啦，这感觉简直就是喵喵喵。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像个汪汪叫，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不需要去打听你的过去，究竟交过几百个女朋友。明天开始，你把哥哥姐姐、爸爸、弟弟、猫咪都交给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就像阿信一样安安静静，一切都接受。爱像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突然被你电到，听见爱情讯号，捏我自己一下，不是做梦真好。噜噜啦啦，噜噜啦啦，这感觉简直就是喵喵喵。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像个汪汪叫，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如果精神损害演唱会可以看到吴玛丽跳妙妙妙，我觉得这一辈子也是值了。但是前几天他已经很严肃地跟我说过，他不要跳舞，他不要跳舞。妙妙妙，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小狗汪汪叫，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啦啦啦，哒啦哒，这个世界就听见我的心在跳。嘟嘟嘟嘟哒滴啦哒，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hy.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 왜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 들어
you're all my everyday. Keep it up, yo. 아무 노래나 일단 틀어. 아무렴 어때 so boring. 아무래도 refresh가 시급한 듯해 쌓여간 스트레스가 배꼽 빠질만 그만 폭소화하고 싶은 날이야. You're what are my thugs. 어디야 넌 올 때 병 맥주랑 깜짝 놀게 사와. 클럽은 구미가 잘 안 당겨. 우리 집 거실로 발랑 well. 왜 부인은 영령껏 차단시켜. 밤새 수다 떨 시간도 모자라. 누군 힘들어 죽겠고 누군 축제 괜히 싱숭생숭. I want my juice back. 좀 전까지 못자지. 하다 한 명 두 명씩 자리. 왜들 그리 다운돼 있어. 뭐가 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 겁나 싸해. 요새는 이런 게 유행인가. 왜들 그리 재미없어. 아 그건 나도 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급한 대로 Bluetooth 켜. 아무 노래나 일단 틀어. 아무거나 신나는 걸로. 아무렇게나 춤춰. 아무렇지 않아 보이게. 아무 생각하기 싫어. 아무개로 살래 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 곡 더. 떠나지 못할 바에. 刚刚听到了妙妙妙，让我想到在网络上面呢有一个传说啊，这个都市传说呢说有一个人他学会了猫语，猫就是喵喵喵喵喵喵。好，他学会了猫语，所以呢他现在可以跟猫沟通，然后呢他就教了我们几句猫语这样子，其中呢有一句叫做妈啊。他说呢，这样子的猫就会过来，就是过来你的旁边，很像我们说说 ，Hey, come here， 就是我们人语说，欸、过来，或是 come here， 猫语叫做妈啊。好，那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哇，真的这么神啊！啊，那一部影片呢，当然就是那个人说他学会了以后呢，然后很多人就跟着一起，去试，试了以后呢，就发现猫真的过来了，怎么这么厉害？好，那当然呢，这种东西啊，这个一翻两瞪眼的事情嘛，啊，我就去找了我朋友的家啊，就是强强啊，强强家有两只猫，所以呢，去找他的时候呢，我就在外面一直骂啊。妈啊！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妈啊！然后呢，你会看到他们用疑惑的眼睛看着你，他们会站定，然后看着你，可是他们没有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验算失败啊。那另外呢，你如果真的想要叫他过来啊，你直接啊去找 YouTube， 找说叫猫过来的方式，或是叫猫过来的声音，就有那个 YouTube 影片。YouTube 影片呢，里面就是一大堆猫在叫。那就是真实的猫在叫，你只要放哦，那两只猫就过来。所以，他们的确一定是有语言存在的，就是他们一听到那个声音，他们就会过来。可是他们会不了解说，为什么这个人然后会有这么多猫的声音，蛮有趣的。好的，来到节目的最后，跟你说再见了。2:56，今天13号星期五，你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吗？啊，除了我的夹脚拖鞋鞋带断掉之外。目前 ，all is good, all is fine, all is well， 也希望你一切都好。我是欧马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在我15岁的那年，过着孤儿一般的生活。现在听到这首新歌是来自于王杰，15岁的那年。我们下周再会啦，哦，或者是星期天的。飞碟电台 FM 92.1，4点呢有马克说书，5点呢有马克信箱的广播版。星期天见，拜拜。自由自在，管他没人爱我。在我20岁的那年，现实磨练着我的成长。面对着多少困惑，也只能说自己去面对和承受。青春一去无法回头，我忍着眼泪为生活，倔强的我还依然自我。那时候的我依然是我，那20多年的岁月，过着无家可归。